到学校了，这是一个后门。小家就不讲理，没有语言去讲述，我的全部都被你给挡住。Star you move me on Saturday， 你讨厌的。到实验室啦，这是我们的实验室，一出电梯就是。我忘记了我喜欢的耳垫。这是我的工位，有个电脑，然后，我的小毛绒玩具，这边是教师休息室，然后来这接个水。我一般来这之后，第一件事去接个水，第二件事就是找 Steve 问问他我今天做什么。我现在他在隔壁，我现在就去看一看。刚才去跟 Steve 说了，然后。他说让我测一个 conductivity， 所以现在就开始忙碌起来了。讨厌被惦记，你讨厌我每次吵架都不讲理，没有语言去讲述，我的全部都被你给挡住。Star you move me on Saturday， 你讨厌的云内。我现在实验要。Sonic 超声一小时，所以我现在回办公室坐一会儿，看点文献，还有主要是写两周之后的那个 thesis defense。我们有一个和老板的 mock， 就是预答辩。两周之后很紧张，我现在差不多写完译稿了，但是还没有写稿子。刚才又去做了会实验，然后现在准备去热一下午饭。今天做的饭就是一些剩菜，然后蒸了那个菜，还有一个苹果。现在是下午5点了，然后办公室里都没人了，我也准备回去啦。我会突然失控的想你，你讨厌被惦记，你讨厌我每次吵架都不讲理，没有语言去讲述，我的全部都被你。我现在已经到家了，然后就是想录这个 vlog， 就是因为离毕业也没多久了，过几天就答辩了，然后也不知道再有什么机会可以在这儿做实验了，所以说想记录一下。然后大概现在就是我日常的生活，就是到家之后先洗个澡，然后做个饭，看电视，或者去买食材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就回家之后基本上就不想打开电脑了，效率很低。然后就这样啦。拜拜。那夜晚的月光，我讨厌坏天气。